個 weekend 有個market 啦，就係、是、香港人嘅手作仔嚟嘅。咁就喺 Jewelry Quarter 裏邊啦，見到有啲蠟燭啊。不是特別大的，也是第一次舉辦在 Birmingham 舉辦這個活動。今天也很多人，都會更加多了，因為大家看到在 Birmingham 的香港人就越來越多了。現在這個就是噴火表演了，首先看到他們好像是現在燒熱著牛油，現在很近很害怕感受到啲熱力。